71球。这个球由击手的后方形成了一个平配安打，挑出安打的是阿拉尔康，这个球要赶快的做一个回传。这是今天的他个人的第二支啊，古巴队团队所出现的第七支的安打。我打的位置都是游击左外野的方向，一拉了起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一下给我看到镜头。对，但看起来有一些准备哈。对，拉起来的动作，击球拉打的动作蛮顺，完全没有失头的一个状况。这个球呢，越过了游击的防线。